Hello，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张千里。上期视频呢，我提到过阴雨天气该怎么拍，没想到好多小伙伴的留言要看啊，巧了，我就不是一个好天气的摄影师，今天呢就正好来填这个坑吧。先把知识点列在这里啊，建议收藏之后慢慢看，也欢迎小伙伴们点赞留言。好天气的照片千篇一律，坏天气的照片百里挑一，所以说呢，好天气呢人人会拍，坏天气呢这个难度呢就会大了很多啊。但是对摄影师来说呢，坏天气就是好天气啊。坏天气可以带来一些特别的光线条件，特殊的气氛效果，并且愿意在坏天气里出门拍照的人就已经少了很多吧，和你竞争的对手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少了一大半。但是不少小伙伴们在具体拍摄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场景，比如说相机的参数控制，在取景构图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今天呢就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部分经验心得。之前也有一些小伙伴说，咱们最近的都是器材测评的视频，怎么不讲拍摄技巧了？技巧这不就来了吗？其实我的测评里也会夹带一些拍摄技巧和拍摄思路的内容啊，不留心的话也就错过了。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类拍摄技巧的视频呢，欢迎在弹幕里面啊给我留言，这样呢我也就可以给大家继续做一些这方面的内容的视频。好了，我们话不多说，言归正传。首先是关于曝光的思考，阴雨、下雪、大雾等等天气，光线呢是来自天空的这个散射光，是从整个天空过来的那种大柔光，阴影呢比较弱，明暗关系呢会差一些，并且呢由于天空呢是白花花的一片，经常呢会欺骗相机的测光表，从而导致曝光欠曝的情况。我们是需要适当的去增加一点点的曝光，让画面能够看起来的亮度呢更合适。这种曝光策略是为了符合人眼的舒适度，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我们来看这样一组对比，加曝光和不加曝光之间的差异，你喜欢哪一种请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告诉我。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种天气所带来的氛围感，通过曝光来控制的氛围感，通常的坏天气呢会显得特别的阴郁、压抑、忧伤啊，失去希望之类的情绪气氛，一些神秘的黑暗的气质就会给照片呢带来更强烈的视觉感受。为什么北欧会产出这么多的黑暗金属、死亡金属乐队？恐怕与每年有很长时间日照很短，甚至看不到太阳有关系吧。而这种情绪上的气氛感，如果拍得比较明亮，就未必能够展现出来。我比较推荐的方法呢，就是在正确曝光的基础上，在对亮度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的前提下，我们稍微再减一点点曝光，让整个照片的基调呈现出那种阴郁的气质。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些案例。其实曝光呢没有绝对的对错之说，完全是看作者希望传递的意图。这里我们运用的是亮度的情绪化手法。坏天气由于大气透视和散射光的原因，整个场景的对比度呢会比较低，远景呢会显得灰蒙蒙的，而且离得越远显得越灰，反差越弱，清晰度越低，色彩饱和度也越弱。哪怕我们缩小光圈来扩大景深，远景依然是朦胧的、不清晰的。所以这种场景呢，我们并不会要求去特别追求那种小光圈获得极大的景深，远景和近景的清晰度都高的那种效果，因为这个本身就违背了自然的物理规律。这种天气下面照片都显得灰蒙蒙，该怎么办呢？利用好构图上的手段是可以做一定的化解的，因为整个场景都比较灰，而且离得越远越灰，那么近距离的景物呢就是反差最高的、清晰度最高的、色彩最漂亮的那个部分。所以呢我们要找到一些近距离的景物加入到画面当中去，它可以直接是主体，也可以是在主体之前增加的前景。比如这张啊，没多远处的树和森林就已经很朦胧了，我选择把焦点落在近处的植物上，反差看起来呢就比较的正常。阴雨天气，尤其是大雾和下雪的天气，很多平时看起来很乱的场景呢都变得简洁了，很适合去拍摄一些极简的画面。我们举几个例子，阴天仰拍天空，带上这些已经落叶的树枝，你会发现树木和树木之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这就是树的社交距离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对不对？你细品，你就能够品出一些东西来。这里只有浅色的天空和树枝的深色线条。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下雪之后整个场景白雪皑皑，几乎不剩下什么，同时天空的亮度和雪地的亮度几乎呢也是一样的，但是在远景当中出现了三个非常常见的公园里那种长椅，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张照片，简洁干净。坏天气，玻璃窗上面就会沾有雨水或者是雪，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天气上的暗示，
并且通过它来作为一个前景或者是框架，带出当时的氛围感。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方式，玻璃窗、车窗、天窗等等等等都非常的好用，大家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拍一下，带有窗框的，全部都是玻璃的，看不到窗框的，甚至是一部分是玻璃，一部分是不遮挡的，各有各的妙处。比如说车窗上的雨水，透过天窗拍到的建筑、车里的摆设和前挡玻璃上的雪水，以及背景里飘着的白雪，在窗户增加的窗帘的前景，也可以增加画面的气氛感，并且正好可以遮挡一部分无用的空白的天空。虽然在坏天气里面光线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快门速度也不会很快，用长焦镜头拍摄难度呢会增大一些，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尝试着用长焦镜头来拍拍看，因为它确实拍出来的效果会不太的一样。这些是我在藏区拍摄的，你可以看到用长焦镜头的透视压缩感可以很好的把主题呈现出来，并且呢把离得很远的雪山也拉近，当作背景的一部分存在，主体和背景之间会形成一种呼应或者是陪衬的关系。再回过头来看前面讲到的大气透视的问题，长焦镜头拍摄近距离的主体自然会获得比较好的反差和锐度，远景虚化，反差降低，获得极其自然的空间感，这两种技巧结合起来使用，效果呢会更好。当然这组照片我在后期的时候有意的又降低了反差，增强了这种有一种古典色彩的那种感觉。长焦镜头不仅仅是把远处的物体拉近拍到一起，而是让主体和背景之间的透视关系会更加的紧凑，同时在适当的光圈的控制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主体和背景之间还有一层被虚化的雪花，看起来呢会更加增强这种电影画面般的气氛感。我觉得一张照片的氛围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各种方法去拍摄。用长焦镜头在光线不佳的情况下面拍摄，需要特别注意端稳相机，按快门的时候要稍稍屏住呼吸，同时呢也需要注意快门速度不要太慢，通常的安全快门速度还是要保证的，安全快门速度等于镜头的焦距分之一。比如用70-200mm的镜头拍摄200mm段，就要用到1/200秒以上的快门速度才会比较的安全。但如果你有经验的话，手持的够稳，再用相机的防抖功能作为辅助，可能能够在1/30秒甚至更慢一点的快门速度也拍出清楚的照片。这个时代的相机我比较推荐大家把自动 ISO 功能打开，并且设定一个自动 ISO 下最慢的快门速度，以防止快门过慢拍不清楚。最后再简单小结一下我们应对坏天气的方法，一、曝光的情绪化处理，二、大气透视构图法，三、极简主义，四、透过玻璃窗拍，五、长焦的压缩感。当然方法肯定不止这些，希望这些经验技巧呢能够启发你们的思维，打开思路，能够更加灵活从容的去拍摄。你有什么好的方法也欢迎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呢，请一定点赞留言告诉我，你们的反馈决定了我今后做视频的内容走向，喜欢听什么欢迎留言。好，这期视频呢也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期视频了，在这里呢给大家先拜个年，祝大家呢虎年虎虎生风，拍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来。新一期的街头摄影的线上课程呢也已经开始招募，如果你喜欢街头摄影，并且觉得平时的那种碎片化的学习没有什么帮助，那么我们系统的来学一学吧。我不是好天气的摄影师张千里，期待你的反馈，我们明年再见。